中间呢有一个法术，它后来我知道是叫做好转改运。大概吃了三个月左右，我的血囊会飙上去，对，对，会飙上去。大概也是有两个月左右，我就坚持吃，因为我相信是一定有作用。还有呢，我就会观察我自己，虽然飙上去了，可是我的一些感觉是好的，就比如说口干，血囊高的人最大的一份就是口干了，是不是早晨起来干到嘴里张不开那种感觉？哎，我发现怎么这样血管送去了，早晨反而是没有口干了，就有这种经验的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哎，应该血管改变会更加的信心。后来突然间有一天，我因为我家里那个血管仪，后来有一天我从乡下回来，去乡下我就测了，去了中国时间，我回来我想我说测一下，哎，我怎么血管下来了？但是呢，我也没有着急去验，等到十月三十号，因为我想还是要时间长一点吧，或者从五月到十月三十号，大概一个半年，我的血糖就糖化从 6.8 降到 5.3。我也很惊讶，说真的，我也很惊讶，因为我想着能降到6，我已经很感谢了，就是觉得已经非常好的效果。没想到直接就刷到 5.3 了，这真的是让我很惊喜，真的这个血糖都说很难很难调的，非常感谢这位有缘认识我们这个徐玉平来，感谢我们明姐把我带到这个平台哈，还有一个呢，简单一点，不过还没有完全好，就是飞蚊症。我的飞蚊症挺严重的，就像我现在看你们的时候，我都会感觉到可能像一个苍蝇一样，让蚊子在那飞一样，这样的一个程度。那现在呢，就比如说很翻的上对着光，我才能看到一点点。哎，对，现在就飞蚊症也好了很多吧，但是没有完全好。哎，这个估计可能需要点时间的，还有白内障，我都在期待。我这个眼睛有点在内障，可能也是血糖的一些叫做什么并发症啊。是，对，你看我也，应该是两三年前就开始这个白内障，你看，有可能真的跟血糖有关系。也很期待这些，我就分享一些。